嘅調查咧，呢件案應該就係12:00至1:30發生嘅。今日一個死者骨頸有啲淤痕啦，我哋懷疑佢就俾人哋碾死嘅。咁女死者咧係咪揸雙程證由拱北入境嘅咧？有咁嘅可能性，我哋一定要調查先。可唔可以講翻於多啲個案情啊，法醫？咁初初其實係有個酒店嘅職員就發覺一個中等嘅亞洲嘅男士係好急咁樣走出嚟，佢就懷疑咗上咗火，就發現咗。澳門可能係一笪俾上帝詛咒嗰個地方，而家你同人提起澳門，佢反而會問翻你咩嚟㗎？喺邊度啊？呢個發掘唔到嘅地方，而家都算做翻啲嘢去證明自己嘅存在，就係靠賭同埋黃色事業搞翻起個市。呢两份嘢真系血脉相连嘅双胞胎，有人赌就有人嫖。澳门政府仲重新发赌牌经营权，以前啲黑社会争地盘都静晒落嚟，十分自律，治安又好，连黄色事业都旺翻晒。夜晚喺街度兜口兜面都系女。你知唔知澳门有条法例好奇怪，就系司警办案唔可以放蛇嘅，只要合理交易，你情我愿，冇人会因为买人或者叫鸡而坐监。我其实都几喜欢这条例，不过再是这样下去，上帝迟早会留意到澳门，到时可能一把火烧了他。连神父都叫鸡，上帝不嬲就假。我不是神父，我是修士，金修士。我只不过是同一个俄罗斯裔的女朋友在酒店房里面相聚一刻，咁啱隔離房發生命案，我只不過係盡一個市民嘅責任嚟呢一度提供一啲資料俾你哋。唔通你想同我講，你同條女喺房裏邊乜都未做過，只喺度傾傾偈，你又唔使俾錢？你當我係咩人咧？我唔會唔俾錢嘅。咪就叫雞咯。雖然叫雞喺法律上冇罪，喺呢度係有罪嘅。呢位司警弟兄，你有冇叫？你有冇幫襯過啲小姐？我係男人咧，唔可以叫雞。咁成個澳門街咧，亦乾乾淨淨。你真係咁諗啦！你真係咁諗，你就真係好naive。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啲説話咧，你要出喺佛教，唔可以出喺你口啊！你明唔明白？阿叔。查咗佢哋噶啦，有工作证，但系过咗期。交俾移民局啊。OK， 咁你食唔食早餐啊？唉，你咪佢。你咪叫我揈头咯，而家揈头唔使坐监啊。你人渣！一个人唔使做，麻烦晒。Johnny 就系犯呢个亲细佬。你识佢哋两个？澳门街有几大咧？咪一条街咁大。我食埋早餐走嘅咧，随转最多。嗰条北姑差我成皮几嘢，而家冇啦。我同你讲过几多次，叫你唔好趁埋晒啲冇证北姑，你讲极都唔听嘅。大佬，公司唔用我，我都要搵食噶。班北姑又烂赌又白痴，我唔放数，佢哋点去搵咁多客翻嚟啊？你越系咁咧，公司又越唔会再请翻你。我唔自在啊！就是呢个惑者喺度抢食，先搞到澳门街咁乱啊嘛！你睇而家几太平，喂，啲场干干净净，多人嚟赌钱啊，自然会带旺个场啊嘛，啱唔啱啊？我哋去紧边啊？接未来老板啊？未来老板？龙叔病成咁，仲唔拖个女翻嚟啊？老板，老板，喂，仲未接到啊？最后一个客人出卖啦，影都唔见啦。佢明明搭呢班机翻嘅，喂，唔通会出咗事？再请航空公司啊，回摩等我等阵，我走先。阿伦小姐，你人十年都冇翻过澳门街啦。系啊，澳门真系变咗好多。码头真系好新。小姐去边啊？上嚟兜下。第一次嚟澳门啊？你话咧？好，车你行个大运啦。
家澳門都興呢啲嘢嘅咩？放曬香港啦！停車！工人冇飯去！工人冇飯去！政府要負責！政府要負責！還我飯碗！還我飯碗！反對輸入外地勞工！反對輸入外地勞工！而家澳門好難揾。工人冇工去！世界艱難。現在的本地人都很慘的，女仔又不夠不姑娘，男仔又不夠人公平。政府要負責，政府要負責。小姐，你好像不是本地人來的。我是本地人來的。是？好歡迎你加入我們啊。你在教會做事的？我是主教生每個堂的。他們識得金大枝啊？金修士啊？哦，金修士啊，他就是我老闆。要的，呢度個個都係咁樣。唔怪之嗰時我細個咧，我離親教堂，爸爸都陪我嚟嘅，就是、因為你鹹濕。唔關你事嘅，關你媽咪事。我唔會亂嚟嘅，我做人好有分寸。翻嚟探你爹哋。係啊，咁快收風㗎？澳門街得一條街嘅啫，好細嘅啫。你姓雷嘅咁有名氣，唔好做衰嘢咧。我们街个个都知道，爸爸系都要我翻嚟打你盘生意，我都有十二个阿哥啦，使乜我啫？如果你有十二个收养翻嚟嘅仔，你都唔会将个生意交俾佢哋啦，系咪？你系佢亲生噶嘛？我未必应承噶。有人嚟揾你。你咁叻揾到嚟嘅？你摩打上面几腾鸡啊，仲要甩底唔翻嚟添。咁你又知道我响呢度？哇，乱估嘅咋？啊，你头先同阿金修士浸啲咩啊？产品推销。系啦，今次有冇同老公翻嚟啊？我都未噶，男朋友就有。啊，你咁八卦嘅，咁你咧？我啊，等你咯。你唔记得细个嗰阵时啦，我哋跪咗喺圣母像面前玩假结婚嘅。唔系啊嘛，同你。系。啲陈年旧事你记得，我唔记得咯。喂，我觉得澳门咧，好似变咗好多，但系好似冇变过，多咗啲乜嘢啦吓？其实澳门街系冇变过，要变过系你嘅啫。我哋欢迎广东省公安厅嘅厅长嚟到澳门访问，大家影张相留念。我尿出边啦，出边我都兜啊，我急屎啊，出嚟一啲礼貌都冇。咩礼貌啊？啊，唔好意思，佢饮大咗先咁讲嘢，对唔住。喂，大哥，你屙完尿都冲下水啊，成个好黄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影出我唔出面，对唔住啊，对唔住。阿猫啊，我真系要叫醒你一声大哥先得，你醒啲得唔得？老闆都唔講葡文噶啦，講國語啦。你擺咩款啫？我都未擺款係嘛？我唔掂可以翻葡國喎。你唔掂你翻邊度？咪澳門貓。Sir， 我講咗噶啦，我話對不起。
你冇俾你啲咁嘅臭脾氣害你自己同埋啲兄弟好唔好啊？冇話我唔救你啦，今次救到你，下次未必咁好彩噶。我知道我啲錢唔啱，冇人 ，sorry 啦。sorry， 人一世好易過啫，你冇阻住個世界轉好唔好啊？我知道，阿 Sir 冇乜嘢，我翻嚟先啦。不如你娶個老婆嘛，有湯飲，屁冇咁粗喎，知唔知啊？你信我啦。主咧，赐我一条光明大道。今晚两点九，意大利甲组联赛，保佑我中翻条四穿十一，自选赔率过关。咁我真系乜手报晒啦，感谢主。你好似去错咗地方啊！你应该去妈国庙。梗唔系啦，梵蒂冈系意大利噶嘛，赌意大利波，梗系嚟呢度刮料啦。你再系咁懒赌咧，上帝都帮你唔到。喂，我已经戒咗唔赌普京噶咯。咁赌下波都唔算过分啫，系嘛？你知唔知梵蒂冈咧系意大利？嗱，意大利好多黑手党嘅，啲黑手党控制晒所有嘅赌波啊！你今次你输梗嘅咧，你输到连底裤都冇埋。你仲记唔记得十三妹啊？十几年冇听过消息啦，做咩？今朝早佢嚟揾我，佢翻咗嚟。哦，我记得细个嗰阵成日同佢跳橡筋绳噶嘛。我在度谂咧，会唔会系人的家庭环境不同，所以嗰个命运都好唔同？咁梗系会啦，你比着我老豆啊，我老豆啊系刘志龙啊，我唔使咁贫朴啦，系嘛？如果你唔烂赌，你又唔使今日咁贫朴啦。其实我真系好感激你。你成日无条件咁帮我，我谂你先至系我生命中嘅救生圈。我系咪真系无条件咁帮你？叫乜貪啊嘛！仲有啊，你條友啊最嬌煩噶！哎呀，乜嘢都鬼咁嘈，真係通經丸啊！姨媽過咗，快啲開工啦，開工啦！仲有我收到工咧，北京咧喺度打佬咧，好快翻去噶啦，咁大家可以開工啦！追人算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只是我们成都正宗的麻辣火锅，连皇城老妹卖的也不够我煮的好呢。我是湖南人啦，我食过咧最咁嘅味啦。喂，大家来自呢个五湖四海，今天晚上能一齐在呢个澳门街啊，吃呢个麻辣火锅，干杯！哇，你全部都食得辣噶？是啊。听说你是本地人，你能吃吗？我当然能啦，你知道我的德吗？我叫黑椒啊，我比你们全部都辣。
滾糖魚啊！唉，贏埋都唔夠雲炮獎條數啦！你真係贏佢哋嘅錢啊？冇收佢錢㗎，企街咁辛苦，俾人幫佢一鑊啊，先得200蚊。小紅頭先輸咗成千銀啊！你話咪俾人幫五鑊先夠還啦、啊？我梗係唔收佢㗎啦！做咩咁怪好喎、啊？1000蚊喺呢一度啊，就好多嘢啫。喺葡京都唔系嘢嚟嘅，都唔够买口装。嗯，咁酸噶？你饮多啲添啊！你啊，以形补形啊！你睇下你一扁塌塌就扁塌塌。喂，边会喎、啊？你知唔知嗰班八婆点讲我哋啊？点讲？话我哋磨豆腐啊！咁我冇搞过你啊？你自己知噶，咁又冇，唔好理人哋谂乜嘢啦。话是话，点解你对我咁好啫？你抵得谂啦，你肯借钱俾我咯，你肯听我讲啲唔开心嘅嘢咯。我仲记得你同我讲曱甴嘅故事，你话人就应该好似曱甴咁样去适应环境，唔系环境去适应人啊嘛。所以啊。等嘢成炒咗我之后咧，我就去新中央同埋国际得下啦。总之唔好理环境有几恶劣啦，我哋都要学小强咁，要有顽强嘅生存意志。知啦，我会记住喺心入边噶。其实咧，有个人系点磨豆腐噶，有个女人又冇做白榜。咁点搞啊？想试咩？想，你想唔想啊？好啊好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嗱嗱嗱，好啊好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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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瞓嘅，爹哋啦，13妹，摩打叔，哇大个女，97年嗰时候咧，你同爹哋探我，你仲有嘅，而家冇晒，系咪好酷咧？酷，你琴日点嚟噶你啊？我喺香港搭船过嚟咯。咁你通知我嘛，我接飛機係接個吉咋。爹哋咧？你爹哋係公園嚟啫嘛，攞探佢啦，行啦行啦行啦。早晨，咦咁人齊嘅龍叔咧？做咁早啊你？冇啊，話同阿 Ivy 媽一齊嚟探佢噶嘛，佢次次落我底噶啦。我見早起身，咪早啲嚟咯。Johnny 哥，你條新菜啊？都係龍叔嘅親生女嚟噶。太子女，早晨早晨，我系阿 Cat 啊，哇，好靓女，好有贵气嘛！我落去探龙叔啦，行啦行啦。好靓女啊，生得。系啊，收声收声。争咗票噶。打唔落啊！系咪咁啊？你又要进嚟，我进嚟嘅啫，我哋一齐一齐。咁啊，点解又要打架啊？你嚟做咩啊？你爹哋嘅话，帕金逊病啊，好多嘢都唔记得晒。我两三礼拜前同通电话，佢仲冇嘢噶。啊！呢病啊，随时发作噶。佢而家咩人都唔认得噶啦。哎，翻嚟啦，翻嚟啦！哎，大英牛。咩唔认得啫？你咪过去听下讲咩咯。爹哋，同我跳飞机，跳飞机咧。来其实不只要管理酒店嘅，仲有其他嘢。冇话俾我听，佢掂埋到啊？龙叔始终唔肯掂赌呢份，不过佢做 club 啊，做桑拿都做咗20年。喂，搞清楚啲先喎！我由细到大净系知道佢搞
酒店啊、賓館啊、旅遊啊，乜佢有搞。講真，好聽啲嘅叫娛樂事業，唔好聽啲叫黃色事業。即係有嗰啲女。其實澳門街咧係靠兩樣嘢撐住，唔係嫖就係賭。你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我雷氏國際娛樂集團澳門街生意嘅分佈圖。第二城咧就係我哋旗艦夜總會，而此一檔格局嘅夜總會咧，一共有三間，就係仙樂都啦、夢幻城同埋大坑城。而泰式沖涼寶咧就有兩間，就係亨利一同埋二。合唔合法噶？梗係合法啦，我攞證 license 噶。我哋一年差唔多要立成1000萬税啊。係啊。咁即係我哋集團所賺嘅錢。都是嚟自女人出賣身體啦！你記得嘛？以前呢度煤氣球場嚟噶。係，我有嚟過啊！我記得有個葡國仔，好靚仔添。我哋講十幾年前嘅嘢喎。咁我真係有十幾年冇翻嚟啊嘛！賭馬有做馬，煤氣球賭人啊，啱賭仔啊！喂，我哋呢個 table dance 同加拿大嗰一樣啦嚇。Table dance 咧係歐美國家嘅流行玩意。但嚟到我哋澳門街咧，就有所改良。記得初初引進嘅時候咧，哇，非常之紅火，晚晚爆曬棚，尤其是大陸佬啊，睇到金睛火眼。喂，識跳喎，喺邊度嚟噶？俄羅斯啊，烏克蘭、克羅地亞。呢女仔好命嘅，就代表國家參加奧運；唔好命嘅，就出賣肉體。嚟到我哋澳門街啊！是不好命中的好命的了。那玩到多少錢啊？每晚出場3次至4次，每15分鐘的$68美金。那都很少了。他主要是靠人客的貼士和打賞。這些就是他拿貼士的手法。那夾不轉有幾嚿水，一個月揾幾皮嘢。咁但係咁樣攞好鬼死侮辱女人噶嘛？有乜侮辱喎？咁脱衣舞美國好多年噶啦 ，table dance 不過脱衣舞改良版啫嘛，好多人嚟睇噶。咁揾兩個男人跳啦。我有諗過㗎，冇人睇咋，有人睇就早搞咗啦。咁你兩個跳啊？唔係嘛？男女平等啊嘛。其實喺度諗嘅喎，光珠兩壯士。一老一嫩 ，very good 喎。咁啦。Hello， 哎，郭卡，到咗香港啦？點啊 ，Jack 啊？我而家睇緊 table dance， 唔同你講啦，我聽日嚟接你啊。男朋友啊？係啊。聽日陪我接嘅。好。包叔啊，佢係老總嗰邊打俾阿頭，叫我哋識做咯。我一定識做，公事公辦咯，就係高興噶啦。佢哋移咗西睇平地啊。打牌啊！打牌啊！睇你會唔會負責任出嚟啊？嚟，包叔。你知呢個場係阿雷氏集團經營噶啦，我哋依就係政府發嚟噶啦。我識做嘅，你叫啲人咧準備曬啲證件咧。喂，馬叔，可唔可以唔使驚同我哋啲客人啊？嗱，你要我哋拆啲燈籠光，我哋都拆曬啦，全面開放噶啦。阿細叔、阿輝，你去嗰邊。阿李喺。係。你跟我行。阿 Q 啊，你守住喺度嚇。哦，收到，收到。喂，冇時間，你哋放心啊，放心啊，冇時間，麻煩噶嚇。我想买
听唔听到啊？查牌啊！快啲啊！喂喂，你想做咩啊？去换衫查牌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喂喂喂，我而家讲嘢，你听唔听得明啊？我系差佬啊！快啲啦，冇嘢噶，快走，快走啦，走啦！喂，你做乜嘢？你走啦！喂，你唔好跪喺地下，起身啦！我唔明啊！喂，又搞啲咁嘅嘢啊！咪晒屋企，系系系，系马叔，得马叔啊！呢四个咧都冇证，由依正嚟做。我嗰啲唔记得带，摆晒喺屋企。唔记得带啊？马叔，咁点做而家？公事公办啦。Yes sir。哎呀，系我已经唔舒服，你要睇住啊。Yes sir。你四个。起身，得冇办法啦，翻去啦。我带你翻我翻屋企啊，你翻我屋企啊？诶，其实呢排啊，我哋都俾啲北姑啊，冇嘢搞到好唔得闲。你八姑妹咧冇证咧嚟澳门咧嚟搵食，我哋唔查又唔得，唉！你点解清清瘦瘦又出嚟做呢啲嘢咧吓？嗯？哎，唔记得你要狼用眼，唔明白，哎呀，真唔好意思。屋企到啦，入嚟坐啦吓啊！小姐，你咧？嗯。我咧，我啊叫阿猫啊，猫，即系咩猫猫啊？啊啊！哈哈，好猫啊！你叫咩名？你啊，你叫三啊？哦，文奶啊！啊，奶。哦，文生，个名好啱你啊！啊，啊，唔知黐咗边条筋，点会帮你救你出嚟，仲带埋你屋企，俾我啲手足知道好大件事噶，以为我走寒门想搞你啊！不过我唔会嘅，我唔会做呢啲嘢嘅，我就唔想你俾人拉，想帮下你啊！张丽啊，唔好意思啊，请你做司机。应该嘅，你老板啊嘛。系啊 ，Perry 啊，第一次嚟澳门。系啊，第一次嚟嘅啫。香港去过好多次。澳门如果唔系因为 Sandra 咧，我冇谂未机会嚟过呢度。仲有亂口喎，你學生嚟㗎，有冇大概20年啊？十年啫，我喺 Toronto 嗰啲即係嗰啲民運啊，嗰啲咩示威識嘅，俾人理你啫，有冇 big deal 喎？啱嘅，後生仔夠精壯，你唔夠人精壯啫啩？但係我有嘅經驗，佢冇嘅。你呢個樣啦，有少少呷醋啦，真係好迷人嘅啫。你由細到大都咁有自信嘅，點解啊？Welcome to Macau。點啊？我哋幾時見到爹哋啊？冇乜所謂啦。邊個啊？
我都唔認得人，淨係識得玩跳飛機。Sorry 啊！唉，有乜 sorry 啊？你都唔知我屋企做咩生意？開 hotel 嘛，劉業，你哋唔係東方 mafia 係嘛？帶你睇啲嘢，嚟去換衫。睇你嗰啲越 Q 喎，今日啊有啲似嗰個 Sammy Davis Jr. 喎。唔好忍我笑啦，別收笠啦，有冇笠啦？冇啊，冇。哎呀，唔好意思啊，等咁耐。兩位老細你哋好啊，我係呢度嘅 cat 媽，嚟快啲過嚟招呼老細。嗱，呢個小燕，呢個周周，呢個小林小碧，你哋啊熱情啲啊，招呼兩個老闆知唔知啊？啊，點解你硬係好似熟口熟面咁咧？我第一次嚟嘅啫。咁你哋慢慢坐啦，我转头过嚟啊，吓。你手手脚脚可唔可以拎开啊？得，咁你咪将你啲手手脚脚交俾我哋咯。唉，你唔使掂我啦，我一人掂你啊。我想饮酒，你帮我斟斟酒。哇，你好 man 啊，我中意啊。得啦得，我想饮酒啊，小姐，唔该。好啊。两位老细，我嚟同你介绍呢位咧，系我哋呢度嘅经理摩打叔。系叫摩打得啦，欢迎，阿贵姓啊？摩打叔，十三妹，你扮鬼扮马，你落到嚟都唔通知我，又唔通知庄面，呢个就系我哋 boss 啦。太子女啊，哎呀，我都话佢熟口面噶啦。咁我谂住扮成咁，方便啲落嚟玩。系呢次落到嚟有咩满意啊？冇嘢嘛，啊？你都教得啲女好放，系咁嘅啦。你坐低坐，你坐坐嗰啲，坐嗰啲，坐嗰啲。系咁嘅啦，你知道玩得成噶啦。我哋以客为先噶，啲女要热诚、奔放、体贴、大方，我先得噶嘛。阿打叔啊，吓，我都好想知道，其实啲女仔翻工嘅情形系点噶？十三妹姐，等我解释俾你听啦。我哋大爷城挑选小姐系好严格、好有制度噶。首先，他们必须持有合法的居留证件，我们公司会帮他们做身体检查，庄还会提供宿舍，令他们安心地工作。一般来说，他们下午两点钟就要回公司打卡报到，然后就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功夫了。我们有专业的美容师帮他们化妆，还会提供录影带，他们每人有自己的编号 Locker， 妈咪带他们上台，只会有客人揀他们，他们是不可以揀客的。有些客人喜欢他们，mark他们出街，他们就要带齐所有的工具，例如冰火、避孕套之类。去完街之后就要按时地回宿舍，不可以食客。如果万一有客人投诉，我们是会记他过，严重来说还会炒了他。在大爷城里面，一切奖罚分明，秩序井然。所以讀好多鬼仔嘅，喺制服啊，喺服務方面啊，如果唔係啲人使錢點使啊，係嘛？哇！你講起制服啊，頭先嗰女仔制服啦，都唔係人著嘅。誒，對啦，你千祈唔好當佢人，佢哋係工具，泄欲工具啊，賺錢工具，各有所求啊，各有所需，呢啲係社會主義學翻嚟嘅。咁你睇睇到啦，嗱，我就翻嚟打你呢啲生意。你生有前途啊！你将你个成件抌咗佢，一定系会搞得好好。我抌唔到喎，而家仲好似女人剥削紧女人咁。慢慢就惯嘅啦，入杯啊！我唔食啦，不如你两个撑下台脚做啦，我翻嚟有嘢搞啊！啦，阿齐啦，啊，我想食燕窝啊，佢想饮水鱼汤啊嘛，阿齐啦，阿朱一超啊，走，坐啦，坐埋，好啊，好啊，忙紧咩啊？吓，冇啊，你唔系又撞到嗰啲收数佬系嘛？唔系，我以为我自己撞到个几十年冇见嘅朋友啊，但系。
扮咗成個男人頭咁，即係都唔知係唔係。花蘇啊，嗱，你咁好望過去啊，隔離台個女仔啦，短頭髮，佢係咪叫辣椒 ？No， 紫天椒啊。我哋識佢用。隔離嗰件北妹咧，就壞咗公司規矩，俾我踩咗個字。我細個成日同佢玩。水衣裝咁識寶啊！哇！起嚟啦！做咩唔復抗？仲要扭甩你個頭，塞你落 Hello Kitty 公仔度啊！咩嚟啫？啱啱先諗住 call 你拖翻條數啫嘛！講啊！學長哥，我哋真係冇錢，有咩事慢慢講好唔好啊？原來係你係嘛？嚇！即係磨豆腐煲老遠噶嘛？做咩啊？叫你嚟我场度做，又话要拣客，你睇下你，一衰到企街。喂，你喺边啊？你咪俾我钱啊！我啲钱咧，俾我啊！钱，你要钱啊嘛？钱啊，俾晒你啊！呢个顶嘅，我话俾你听啊，争我钱呢一件事。而家我好唔 happy， 冇晒 face 啊！咁你想点啊？帮我带我哋翻屋企，同我开心啦！我打 face， 冇 face 啊！帮我打叔，乜咁啱啊？你系咪十三妹？呢位就系我同你大佬嘅新老细，上嚟打下招呼行个礼。我十三妹啫，哎呀，我上次同我哥有去机场接你噶，不过你行早一步。系受伤啦，放手啊！你哋做咩行近人啫？真系唔好意思啊，第一次撞翻，俾你见到我咁远。发生咩事？可唔可以帮到你啊？可以帮到噶，嗱，你哋今晚玩得开心啲吓，嗱，唔好要我成日接你翻屋企，听日 call 我。唔好讲咁多嘢啦，散水。call 我啊，得啦。我哋饮嘢。多谢晒。人俾人俾死人啊！我而家先知咩叫同人唔同命。系可以咁讲，不过你由细到大都唔认衰，唔认输噶。你学我咁孭几条贵啲数起身啦，唔到你唔认衰喎。咁我可唔可以帮你啊？条数都未大到我唞唔到气，我近得住。你点会搞成咁噶？我点同你啊？你自细富家女，十三妹啦。我咧，我咩都唔系。我老豆又烂赌，老母又走咗，冇人理我嘅。我十八岁嗰年啊，挞咗老豆5000蚊，走咗去葡京帮自己庆祝生日。我嗰日手风几顺，你知唔知结果我赢咗几多钱？你咁样讲一定赢好多啦。176,800蚊。5000蚊本啫，系咯，你赢咗咁多，咪继续赌落去咯。有阵时咧，我觉得赌神真系魔鬼嚟，得闲又俾啲甜头我，搞到我好似吸毒咁上晒瘾，咁咪跟咗佢咯。你都识讲啦，咁点解仲要赌啫？你唔明噶啦，对家揸住8点，自己系揸住4边，系咁捽，系咁捽。咁啊，俾我捽得啦一边喎！哇，你话几过瘾几嗨啊！我明白，我明白，咁咪搞成而家咁咯。我都知而家咁好似个烂赌婆咁，其实我好惊噶，我都惊有一日我会横尸街头，所以我得闲咪去走去揾阿金修士倾下偈咯。佢话帮我知你翻嚟嘅。你女朋友啊 ？friend 嚟嘅啫。我好多朋友都 lesbian 嚟嘅喎，唔系喎。真系唔系啦，佢大陆妹嚟噶，同我好好倾嘅，真系唔系个味噶。我帮你啊，头先你咪已经帮咗咯。喂，你飞咗 Johnny 啊？你新仔几只咧？我都冇同过 Johnny。
我三十年啦呢度吓，好耐冇烧过炮仗啦。呢间烟花厂咧执咗好耐噶啦，系。屋企个女人真系唔同啲，哇！真系好多谢你啊！嗱，我见你喺屋企咧睇电视睇得闷，佢买一架 VCD 机，佢度睇好多片嘅，过嚟啊！系啊。唔系啊嘛，啊？做咩仲要翻去游心啊？啊？你话俾你为乜嘢啊？啊？你想翻去打骨？打骨打个第三只脚，你知唔知啊？我阿妈啊，好臭脾气噶，我从来都未知道对佢咁好。呢间屋虽然污糟啲，都可以住噶。吓，我咁样冒险啊，救你出嚟啊！你用翻佢。睇唔明你手勢啊！我唔准你翻去。近成喺呢度做噶，炒咗佢咯。你亲细佬嚟噶喎，结婚人啊，又精啦，作大啦。我最唔中意佢咧，就唔肯由低做起，成日想一步登天。我有个朋友仔啊，细细个识嗰啲咧，叫指天椒，佢争咗你细佬十几万。不如咁啊，你俾佢翻嚟做。我同你朋友拆掂佢。好啊。Thank you。十三妹，点啊，波大叔？系呢期 promo 女仔着嘅服装，睇下咩意见啦。好啊。嗱，咁样呢个颜色嘅衬黑色。OK 啊。喂，唔系嘛？咩啫？人着噶，你下底穿晒窿嘅，吓？冇问题啩？冇问题。咁你着俾我睇啦。我着你讲笑，你搞嘢喺度。喂，澳门街搞级系咁噶啦，你未见过其他夜总会啊？你帮我哋几倍添。喂，好保守啫。保守？点保守啊？喂，我睇到真系好震撼。哇！救一，好 happy 喎！你又包围啦，并头去到夜总会。呢啲场成俾市警冚啊！内嚟夜总会并我过瘾啊！有女陪我一齐。我喺度揈小陣啦，嗲兩句啊！喂，一齊揈下先啦！我啲貨聽日到啦，放喺邊啊？我啲貨到啦，擺喺邊啊？擺喺我倉度咯。咩倉啊？我氹仔有個炮仗倉啊嘛！我炮仗一管炮仗倉啊，如果唔叫炮仗做咩啊？喂，我啲燃物品喎，火藥喎，煙花炮仗喎，掂唔掂噶？你煙花炮仗好犀利咩？試下我啲飛彈炸彈。我整兩件超級炸彈過嚟俾阿舅舅哥睇。你個仆街！
兩位啊？李飛，你係咪真係精兵啊？飛飛係嘛？我講笑話俾你聽啦。好啊。咁有一個農夫咧，佢想幫只公雞配種啊。咁俾只公雞食咗好多好多偉哥。哇！咁個公雞食咗之後，即刻硬曬喎。硬曬。咁啊，啪啪聲咧去咗雞欄咧搞掂啲母雞，但都唔掂喎，佢仲硬喎。咁去咗鴨欄咧，又搞掂曬啲母鴨喎，都唔得喎。又去咗鵝欄搞掂曬啲母鵝，但都唔得。佢同主人講：主人，主人點算啊？我仲硬緊喎。咁農夫話：唉，是但啦你，我瞓覺啦，唔睬你啦。今日第二日朝早農夫醒翻嗰時啊，發覺喺地下好遠嘅地方，只公雞死咗喎。嚇！仲頭頂有幾個秃鹰飛嚟飛去。我話農夫話：唉，真係慘咯，都係我唔好，俾佢食咗太多偉哥，令佢死咗。不如收翻條屍埋咗佢啦。咁當佢行埋去嗰時啊，只公雞突然之間瞪大對眼。嚇！佢話：嘘，冇出聲啦，我等你秃鹰落嚟搞掂佢哋啊。哇！邊仲行緊啊？好笑啊！好笑啊！我就系嗰只公鸡啦，家仲硬鸡嚟啊！系，睇下搞唔搞掂我先。哎呀！你上次咪讲过呢个地方越嚟越堕落，我终于体会到啦。创世纪第十九章，索多玛同俄摩拉嘅故事。索多玛同俄摩拉系两个罪恶之城，喺入边一个好人都揾唔到。上帝准备天火焚城啊，消灭呢两个城市。亚伯拉罕去同佢讲数啊，因为上帝话，佢话如果你可以喺呢两个城市入边揾到一个好人嘅，我就放过佢哋。终于亚伯拉罕揾到罗德，于是上帝话我天火焚城嘅时候就叫罗德同埋佢一家人走啦，但系有个条件，个条件就系当你走嘅时候。不可以望翻转头，罗德个老婆受唔住引诱，望翻转头，终于变成一条盐柱。香港同埋澳门即系索多玛同埋俄摩拉，我觉得系澳门同深圳。你唔觉得呢两个城市人肉横流？十三妹，我觉得你就系罗德，上帝唯一会宽恕嘅人。所以如果有機會你離開呢個城市嘅，千祈唔好望翻轉頭。阿雞姓職嗰件事你知啦，其實唔關佢一個人嘅事嘅。記唔記得上次大陸啲官員落嚟，其實佢哋過嚟研究司警個制度使唔使改嘅。其實特首本身已經決定咗噶啦，佢覺得有組織性嘅罪案會越嚟越少嘅，就唔需要咁多便衣嘅。想加多啲軍裝，同埋依排啲新移民又多咗咁多，我決定咗調你去氹仔噶，睇住啲軍裝。就係咁多啦，係咁多啦。你記得三日後著住軍裝過去。Yes。天堂啊！啊，炖冬菇，炒鱿鱼，哇，今日啲餸好有意思啊！啊，嗱，你讲咩？系啊，系啊，哎呀，食个炒鱿鱼，香。哎呀，俾你啊！啊，我嚟啊！俾你啊！我俾你啊！你唔到我拉你啊！啊，拉你啊！知唔知啊？拉你去差馆啊！
你想做咩啊？唔系，你想做咩啊？喂，唔好啦，你唔好为咗博答我想做乜嘢啦？唔好受，你要嫁俾我，我先可以同你做乜嘢噶？喂，你要同我结婚，我先可以同你做乜嘢啊？嗱，我同你讲，我中意你，我要你嫁俾我，你明唔明啊？给我了。我以为他来深圳添，他通常很少出动的，就算你都帮不到什么手啦。为什么啊？看板这些东西梗是女人看方便一点。那些女仔在哪里找回来的？公司在全国都是 agent 的啦，那些女仔来自五湖四海。等我带你见一下这对 agent。耶稣说这个就是我们太子女十三妹姐了。哦，十三妹姐多多关照啊。他们个个当成这对天堂啊。你唔信可以问下佢哋噶。你喺边度嚟噶？我是从哈尔滨来的，重庆。安徽。辽宁。赚钱咯。为了钱咯。赚到啊。上边好啊，定系呢度好啊？这里装修得很漂亮，而且客人也很高档次。梗系啦，呢度人工高，福利又好。喺呢度做一个月，翻咗乡下可以洗几年啦。真没有想到每天晚上要和那些男人一起上床睡觉，但是一想到他们就是钞票也就无所谓了。咁呢度是天堂定地狱啊？咩叫天堂啊？咩叫地狱啊？天堂，天堂吧，对男人来是天堂啊。这里不但是男人的天堂，也是我们女人赚钱的天堂。天堂，好，唔该晒。你要不要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啊？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吧。哦，唔使啦，你出翻去先得啦。最后一个啦。嗯。呢个世界咧，再冇话逼梁维昌呢件事噶啦。我最大嘅心愿就系女搵多啲钱，翻乡下买田买地买屋，嫁个好老公。逼昌为娘就有嗬。喂你。Sandra， 你唔系听晚先翻嘅咩？原本就系听晚翻，过啦，可唔可以？我出去先讲好唔好？点解出去讲？出去先讲啊！系 ，Harry， 我哋搞掂喎。系啊，咦，又多咗个嘅，喂，三杯都得喎。信我，有冇阿叔噶？开解释有冇阿叔噶 ？Sandra， 喂，帮我哋，你唔理我哋啊 ？Sandra， 唔好走啦，我都第一次啫嘛。哇，你都好无赖喎！我而家明白我屋企啲生意點樣越做越好咯。嗰陣時喺加拿大係你陪我參加女權運動㗎，你今日做啲咁嘅嘢，我想嘔。Actually 唔係參唔參，喂，我都有俾錢嘅喎。
你有俾錢，咁我代表我公司多謝你啦。係真㗎 ，it's just a business deal。冇 feeling 嘅喎，男人將 love 同埋 sex 分得好開㗎。That's all， 就咁簡單啦。Sandra。睇住啊！睇到呢啲企喺度啊，行下行下嗰啲咧，就係企街啊！佢哋$200就同人搞一次，佢哋同大爺城啲小姐嘅分別就係大爺城啲小姐收錢，佢哋收$200。我好唔開心。點解？咁多男朋友都係叫雞，你唔怪得佢嘅。呢度嘅誘惑咁大，伊甸園入邊亞當都受唔住夏娃嘅誘惑啦，係咪？我都唔知會留喺度幾耐。俾啲時間呢笪地方啊，俾啲時間自己。哇！好彩你陪咗成晚啫，而家心情好咗好多。誒。我陪咗你成晚，我心情好差，痛唔痛我啊？我请你食早餐啦。你可以带你去啦，我带你去。咁点啊？啲面佢头先话俾我听咧，自己打噶。系啊。系啊。我觉得咧呢度啲人咧好样好多，唔同呢赌场啊、码头咧男到女娼咁嗰啲样。呢度啲人咧都算系澳门嘅原居民嚟。就係因為澳門有呢啲日出而作日有儀式嘅人，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希望。啊，金秋時，哎，好伯，唔介意我搭台嘛？坐坐坐。唔該，燕央哥，今日咁早嘅？係啊，我帶阿雷志龍個女啊13妹嚟試下呢度啲面。哦，雷志龍，你識我爹哋啊？我識佢，佢唔識我，兩個世界啊！澳門其實咧係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皇家島的世界，由碼頭到到葡京一帶；另外一個是我哋住了幾十年的世界。唔怕講你聽啊，真正的澳門人啊，係唔會去碼頭同埋葡京的。呢個 city 就冇好人嘅啫，希望仲有啦。朋友啊？唔系，我唔识佢嘅。咁佢系咪所多玛同埋俄摩拉里面嘅人咧？我都话唔识佢噶啦，行啦。你只眼已经出卖咗你啊！我只眼睇亲女人啦，咁噶啦。你可能唔识佢，但你一定中意佢。又话唔识嘅，我识佢啊，佢识我啊。你系玫瑰堂嘅金收士啊嘛，你成日行过我哋间幼稚园门口，我知噶。我想话俾你知，过几日我要移民去加拿大啦。哦，连你都走埋。再见。再见。拜拜。拜拜。雷先生，
都要翻公司开会噶咯，成班经理等紧你啊！公司谂要配合国庆，想搞 promotion 要仰望之城。喂，好欢迎你哋嚟到大爷城夜总会。为咗配合过几日就系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国庆，本公司喺呢个月里边搞咗个promo。叫做欲望之城之夜，如果将个欲望调翻转嚟讲，就叫做望欲。所以我哋全场嘅小姐换晒新嘅制服，方便大家望欲。其实每一个男人都有欲望噶啦，系咪啊？望欲系好正常嘅。我哋每一晚都系抽咗三位来宾，送乜嘢？送 XO。送雪茄，送美女 ，Full Escort 全部免費，等你哋享受到真真正正做大爺嘅滋味。好啦，行埋優惠，走咗，我哋攞個手獎箱，醒皮抽獎好唔好啊？好唔好？好。首先，首先，你哋抬個馬嚇。每次搞親 promo 啦，啲生意一定特別好。你睇下場幾旺。仲有下個禮拜咧，係大陸嘅 Golden Week 嘅，連續放成個禮拜假。我諗到時咧，成場都係表叔嘅錢。咁我哋收唔收人民幣㗎？收，咩錢都收，美金啊、yen 啊，各樣都收。你知唔知啊？人民幣越嚟越值錢啊！哎呀，唉。跟得你哋多，人都事故曬。我翻入寫字樓先啦。送你一啲大好嘅 XO， 廿個啊，美女全部免費嘅。仲有啦，仲有啦，仲有幾多多啲上嚟喎？好，我哋準備搶第三位啦嚇。喂，炮仗哥啊，你又 call 我出嚟做咩啊？我前日先还多期俾你啫喎。喂嗱，嗰啲嘢唔好講啦，呢期你就掂啦，要人有人，要運有運。嚟，我帮你。喂，讲真啦，我还埋条数俾你咧，我戒到噶啦。千祈唔好戒到啦！而家有十三妹照住你，你要几多我都俾你啊！总之你一出句声，炮仗一定冇托手争嘅。总之识着你啊，最唔好彩啊！唔好讲埋衰嘢啦。嗱，我班僆仔咧，而家就凑住个北佬，个北轮就赢咗几百个，听讲话做官嘅添。昨天跟他打邊爐吃蠔，就跟我說要探老柱，澳門街找老柱給他，還難過買三 T 啦。但是他花得起錢噃，那我理由不賺了。唉，你說老柱喎，我班北妹啊，耳仔窿都不似啦，怎麼找給你啊？那你呢？好玩啊。喂，你是不是老柱我都不會打你主意啦，是吧？幫你不得。喂，過來有偈傾嘅。嗱，總之個北佬咧肯使錢，攞五個出嚟，淨係要探老柱啫，開開心心。你咪有個瑤瑤嘅，佢都唔係嘅喎。瑤瑤梗係唔係啦，但瑤瑤可以扮死狗嘛。嗱，總之我揾人同佢整塊網，叫佢啃咗佢，係睇你咋。咁點分先？一人一半。好過你企家一個月，話曬都真金白銀，係咪先？得，我同你傾下啦。唔使傾啦，你帶人上房，錢就過你手，你唔怕我嚇你啦？我帶你錢啊，主持人，你幫我揾啊！你唔敢嚇？我睇你啊！無論點都要翻工先啦，本色不近我破壞嘅，聽唔到？弟弟。冇你俾人偷曬錢喎，所以今日發癲唔肯翻工咯。老闆，你一定要幫我，我千辛萬苦嚟到澳門做小姐，氹天下開心，講笑話俾佢哋聽，就為咗賺錢，我啲錢都係
报警嚟咋？唔报得警噶啦，小姐，佢哋黑市噶，唔养得噶。自己人偷噶？唔知啊，啲钱又冇适应嘅，要怪就怪自己唔小心啦，将啲钱周围劈。我唔敢去死。你唔好死啦！你唔好死啦！你唔好咁冲动啊！我帮你啊！他们跟我讲说，赌船要请服务员，每个月还有一万多块钱，还能认识上流社会的人，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来到了深圳。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坐车从拱北来澳门，那车子好小，我坐在窗边，车子颠得好厉害，我的头不断地撞在窗子上，咚咚地响。我的头虽然不痛，但是我一直在哭，我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呢？这哪里是天堂？公司还有很多规矩，要我们看录影带，学着怎么帮男人洗澡、吹箫，还有做爱。他们还要叫我们交7万块钱的办证件的费用。现在我才知道那些证件哪里都不能去，我们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公司、夜总会，而且我们每个月还要交制装费，还有租金，还有15000块的保安费。但是真的好像到如今我连自己的钱都保不住。所以啲女仔就咁薄同埋咁姣咯。啲女仔一岁嚟3个月，喺呢3个月里边，最好连姨妈都唔好嚟，日日接客。菲菲系当红炸子鸡，啲客好冧佢。你欠我几多钱啊？我已经把公司的钱全还了，我已经储了11多万的钱，但是现在全部不见了。你哋唔好再揞住良心话呢度系天堂啦！你讲乜嘢啊？我唔要再剥削啲女仔啊！我要改公司嘅规矩 ，OK？ OK， 你想点你讲？我唔要克扣你人工，我唔要请啲无证嘅女仔，嗰啲咩过间费啊、保安费、咩服装费，你话俾佢听，老豆当生意你仲做唔做啊？揞住我自己良心，我唔会做。咁你支唔支持我啫？我告诉你，这些地方没人讲良心的 ,OK? 行街喎，唉，唔系啦，唔系啦，唔系啦。喂，其实你而家宿舍咧唔迟啊。切，又唔系未见过大蛇安源。但系而家叫你扮老处，你系得先好讲啊你。唉，总之咧，我就扮成好似成世都冇见过马甩佬咁。咁佢一掂我啊，我就缩下缩下，震下震下咁，咪得咯。但你要养得啫，咁样搞起上嚟你要有嘢噶嘛，有料噶嘛，咁点啊？你放心啦，我塞咗棉球啊，打啲抗肉水啊，咁个麻甩佬啊，一整完啊，一定会见红，唔使惊。我哋系曱甴嚟噶嘛，你唔记得咩？曱甴喺咩环境都可以生活噶，赚钱就当佢系一支黑旋风杀虫水咁，俾你刉下咯。陈总啊，你要我帮你做的事情，我一定做到。你看，你看你的货啊！啊，那哪个？不是我，不是我，是他，是他。他很紧张啊，你过去，很紧张啊。哎，陈总啊，还可以吧？
又白又嫩，好极了，太好了！那陈总啊，我先走了。那肉就给谁了？你跟他做吧，你给他好一点。开心的话多一点小费啊。OK。陈总啊，明天要不要去赌啊？不赌了，回北京了。不赌了。 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啊，那希望你在澳门啊留下一个最好的回忆啊！哎，哥们儿，再见，哥们儿，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啊，老板，不好意思哈，因为他是第一次啊，所以啊，他有点紧张，我可以陪他一下吗？可以，来来，喝酒，培养一下气氛嘛啊，没问题，没问题。好，我去找，我去找哈。喝。来，我把钱给你们啊！你知道我这几天赢了多少钱呢？多少啊？啊，200多万呢！来，这5万，给你的。谢谢老板，来，喝一桶不喝？喝！来，咱们一起来庆祝一下子澳门回归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来，来，干杯！ 戒酒戒唔到啊！唔到你又嚟，国庆嘛，咪嚟庆庆啦！靓多啲啊！喂，喂，喂，仔，买啦买啦买啦！好，点啊你？咦，辣椒妹，好耐冇见喎！咩路啊？打住啊！ 咦，好环境哦！好耐冇到啦，唔贪心，赢翻10零20咁咯。好，买都好啦，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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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之前是在珠海打工的，是卖家私。那因为家里出了点事情需要用到钱，所以。好，川妹子，你只要让我开心，我就不会亏待你的。我是一个非常爱憎分明的人。起来，起来，起来，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啊，铺上白白啊。你是处女啊，一定会见红的，美妮儿。来吧。
夜宵够旺喎，好俾你。梗系啦，今个先浪费，系会赢嘅叔叔嘅谷嘅。今日你生日啊？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啊，所以咧我就大杀三方啦。八点钟赢。走，呢铺都系我。杀他丫娘了！杀他！哦！炮仗闯过，即刻去啊！咩话？炮仗捉咗瑶瑶啊！佢过咗头喺炮仗闯嗰度啊！我而家过去噶，唔会噶啦，你快过嚟帮我啦 ！OK， 好啊。你今晚睡咩啊？睡咩啊？月爱上弦我，西京用女珠啊！叫你做小少爷你都唔得噶吓！而家个北佬炸晒我营啊！我梗系赖晒落你嗰度啦！校长哥啊，你又话同我讲意思桌嘅，咁而家单嘢衰咗，你又卸晒我度，好唔公道啫！都帮人叫你偷我廿几个噶，吓！而家北佬炸晒我营啊，争我两样嘢。第一，话我扮老处装假狗；第二，你偷人钱啊，吓！佢识啲公安啊、司警啊、国际刑警啊，你今次打硬把。我真系唔信啊！呢个澳门街嚟啦。校长佢唔系吹水啊！呢个陈总有几多料，我唔想同你讲。不过有足够本事要你喺澳门街消失啊！你乜水啊你啊？我呢个系旧姜哥，系我个 partner。嗱，呢度所有嘅货咧，全部都系佢喺云南度运过嚟嘅。不过嗱，呢样嘢唔好讲。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国庆啊！本来我谂住同班兄弟去揈头揈成晚噶，不过你搞串晒个 party， 我冇晒 mood 啦。瑶瑶咧？瑶瑶？瑶瑶啊？瑶瑶？边个系瑶瑶啊？俾人轮大咪系咪你啊？你我同我讲啊，你中意瑶瑶嘛？你想我点啊？瑶瑶我对好好，你唔信嘅话咧，你跟我嚟，我带你去睇。打声招呼先啦！姚一鸣，你放佢落嚟做乜嘢啊？你放佢落嚟啊！一日吊埋你上去啊！放佢落嚟啊！哇！想问我？哇！哇！冷静冷静，唔好咁我。唔好问啊！好惊好惊！我都好耐冇烧炮仗啦。好。今天就嚟玩燒炮仗，嚟搞掂佢！爺，多謝你爺嘛！大把貨，唔好話佢去。哇，好嗨！喂，快啲啦！我即刻抱上嚟，快啲！我啊，入晒嚟，我同你一握手，你啊！校长，你放开两个啦，十三妹姐。